好。最后一句话是谁讲话？阿塞哥，你是说什么？你很渣，你很渣哎！45，耶！我们的17到45，28也是28，压这里，好痛！不要不要不要！27，少了一秒，少一秒，你们这是少了一秒，谁要豆豆了？没有，少一秒是吧？少一秒，前面有多一秒可以拉。少一秒没关系吧？骑车的空一秒。再快的话，讲话节奏也没有啊。可是转弯很漂亮，27、24，多三秒。多三秒，多三秒。对啊。转弯过来很有感觉。那我知道了。你们转弯过来数三秒，再开始讲。三秒再开始讲。对，因为你们一转弯就讲了嘛。再就转弯过来的那一刹那，数三秒再开始讲。然后有看到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拿我肩膀，拿我肩膀。对啊。可是因为。我们刚才已经尽量讲很快，如果你要再压24秒，我们讲话就对啊。我说你要不要三台词，或是怎样？那就三台词啊，会比较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什么不要？那少一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说就好了，卡掉就好了。你说什么卡掉就跳掉。啊，他们其实可以台词不要塞那么满啊，你可以让他们骑车时间空一点，多一点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也好。就那两句直接删了，那两句直接删吗？直接删，再录一次。我前面可以塞骑车的时间啊，但是台词塞满我没办法，没办法改。对啊，对啊。两句少一些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你就不用重复一遍，然后就说到那两句。对对对，你说什么就不要讲。应该可以记得的哦。会记得的吗？你看他们看到头晕。快了，快了。让我去吃。来啊！上次也说，然后我没有记得他的。记得他的。哦，那画面拍出来还不错。是。